一只狼了呢，好强哦！贺主播泪流满面，一米换一米，没了，哦，没了，是没了。那我们要找那个啦，要找怨灵了。怨灵啊！我的天哪，杰克吧。不知道当怨灵很强，他当怨灵很强耶，每次都活最后，很强耶。我跟哈记不用查，我也不用查，我是会唱歌的。我也不用查，那你要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杜比？为什么杜比不用查？杰克啦，杰克他当怨灵很强耶。没有，不是我。好，那可以查他。我会跟你数一二三四五了。哦，好。那是什么？人法。可是你刚刚没有数，有看谁？有看谁要谁吗？要查谁？哦，要谁？查谁哦？我来看一下。哈记好安静哦。哈记对，哈记，哈记，哈记没有，哈记，哈记不用不用查，哈记他诈欺，我保他，我保他，我保哈记他诈欺。OK OK， 我也是哟。嗯，谁保你？杜比没有人看到，我是看到了。我刚刚有跟你，我刚刚有跟你说嗨。没有，那个是哈记，那是我啦。可是结束来的时候是哈记，那哈记什么？一开始维尼那边有，你送这个东西就是那个。维尼，你的熊鬼屋，你的鬼，你的熊有鬼。维尼，哈记跟杜比都会穿装了。我耳朵好痛。啊，你的耳朵很痛，所以因为刚不不不。啊！不小心耳机开太大声了。咪咪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？哈记会穿装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哈记会穿装。一二三四五。哦嘟嘟嘟嘟！哎，好可怕！怎么了呀？哎，杰克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会是心肌梗塞哎。心肌梗塞。不要跟我讲。我觉得这样好像诅咒人家健康哦，怪怪的哦。你刚刚，然后直接让抽中维尼的笑点了啦。维尼最喜欢心肌梗塞了，是不是？很严重哎，很严重哎。我已经笑死了哟！你看这个杜比后面，我后面上去的。你看这里。哦，哎，那这个算是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心肌梗塞了吗？这个是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熔岩。这边可以爬上来的，对。其他地方我记得好像也可以。好好吃哦，熔岩白巧克力耶。白巧克力不好吃。白巧克力，白巧克力不是巧克力。不是说哦。然后他就已经上来了。所以熔是谁呀？啊，原来我不会离开，我还以为会离开。离开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卡点了，等一下，我卡点，等一下。维尼，我倒就是哈记。刚维尼，但我应该是可以保他。你不要啦，我很害怕啦。没有，我只给看的有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你又脱妆，我又更害怕了啦。而且为什么没有 CD？ 我可以那个哎。哎，还是因为是炸鸡才可以穿。热比特，旁边。哇，那我是不是隐形？是谁？是谁？那我这边弄。那镜子这样，那镜子这样。哦，哇，他打不到哎，你这手好残哦。还有改狼人没改到炸鸡。米米里亚。喂，怎么啦？在下面哦，他在下面。二三四五。全体隐形。我们去找鬼。他刚刚在教堂的附近。我觉得哈记有点，哈记会穿装，他在我旁边，他刚刚倒的时候他都在我旁边，只剩一个鬼了，没有办法互保啊。他刚在这里附近没了，不见了。他刀了另一个炸鸡，杜比对。哦，这个地方还可以下去哦，好屌哦，很神奇哦。那是谁？孟娜，那是孟娜啦。怎么会是我？我差好多音。哇，这声音是你啊！哇，那应该就是孟娜了。这声音，我来插好等音。只能是你啊，要等下一天白天了。对呀。维尼有看到吗？嗯，他自己是迷路了。看到维尼不是？看到孟娜。我没有看到。啊，我好想要，只有一个有。哎，我看到了。我好想搞跳他。哦哦哦！啊！
解约，撑过这一天，大家就可以获胜了。大家加油！他最后一晚，他的最后一晚，他的目标是把我们全刀了。好快，好快的，好可怕！不是，哎，扎青也会变快。你选错目标了啊！选错目标，扎青也会变快啊！我看到两个跑车在尬车，你知道吗？跑！哦，速度非凡啊！在哪里啊？哇！为什么我也可以加速？我点点都不见了。嘎嘎慢点啦，哦，要出人命的啦，骑这么快，哦，好笑。原来会加车，好玩了。然后维尼就没了，没杀到了。他最后杀到一个了，又叫没了。多一个，你都是个谁？梦到。互相飙车。那录音是怎么死掉的？啊，就是被变了，还要打西亚，然后西亚反枪啊。西亚的枪很快耶，反应很快哦，马上就。我看他不说话，朝我冲过来，就说：“哦不！”你锁好了，你敢打我？啊，那这个血狼会帮到炸七耶！我跑好快啊！小团队人根本追不上。飘飘飘！啊，那个啦，百变狼好不好？让大家混乱一点，血狼没有。好乱啊！那炸七穿装。就不能脱咯，因为他穿脱是没 CD 的。好，报告，他狼好像也是，我当时当狼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哦，可以冒充身份，难怪大家都在想。狼，我记得我刚刚暗示没有哎、欸，我雪狼是可以啦，那时候雪狼。那可能有一些狼。嗯、啊，那尽量就是不要这样子穿脱，嗯，不能隐藏就隐形、嗯，穿就穿，脱就脱。自己数五秒，啊，十秒，好吧，要十秒，走起，走起，自我规范，自我规范，想穿脱要十秒。好了，我要去这个安全屋。安全屋，这世界还有安全吗？熊在哪里？带我走。嗯，这里，哎呦，哦，那地道通哪？我就走那地道。好痒，抓一下，我在学那个梦娜跑酷。诺伊，我跟你说，我上次有查你，不太会跑酷。我在想偷偷的离开，离开人世吗？偷偷的离开，好可怕。啊，没下去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、欸、没听懂，其实我也没听懂。我知道你是狼啊，不是，我现在不是啊。那我知道我是刚刚上一场，他现在讨好你的意思。他说希望你是狼，可以活，让他活着。现在要讨好是旺，哎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旺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怎么看不到大家的名字？我只能随便选啊。对对对，因为有那个哇。我怎么看不到大家的名字？米米李白，我就在这旁边，因为他看不到啊，是他那个有那个百变，有乱嘛？对，他完全看不到，然后直接刀到你。来了，真的吗？对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哇塞，你到你了吗？你到你了吗？没事，我活着。补仓有狼哦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会后悔哦，你要好好思考哦。什么恐吓的东西？你会后悔哦，带枪是不是？嗯，大狗手枪。啊！干嘛？你说你配什么？啊？没有，他是那把炸鸡须，我是炸鸡须。我以为他是猎人，你会后悔哦。大气是有两个，反悔一下吗？谁票诺伊呢？反悔，没有，因为他在路上跑，然后隐形很奇怪，我想说票一下，然后我也觉得你在路上跑隐形很奇怪。
路上隐形很奇怪，很多人哦。隐形的只会有月灵跟守卫。守卫，那无敌是隐形啊？对啊，我说现在五秒，无敌加隐形五秒。哦。喂，要小心的哦。阿里巴巴不在这，你要先自证自己的清白。我是那个预言家，西亚最好了。啊！西亚刚刚直接把那个给跳走啦！我有枪，我有枪哦，我有枪哦，你最好不要。好、这是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记喊一二三了，忘记喊了。一二三四五，直接飘飘飘。嗯、欸，你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对不起，一二三，对不起，一二三，你之前放了在一二三，有有喊总比没喊好，可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至少还有说对不起，一二三，来啊，太快了吧！这个很老练欸，这个狼很老练哦。那只能是哈记了。他老练吗？哈记倒了。哈记你怎么可以倒下？要陪我。是老狼哦，刚刚在玩骨汤手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老狼哦，那刻板，刻板。他年纪颇大的吗？刻板狼，那应该就只能是刻板了。哦。不是刻板，不是刻板。我救了他两次，他如果是狼，我会生气哦。那看来是狼比可是是老狼哎、欸。对啊，是老狼哎、欸，应该是我了吧？我年轻十八岁小伙子、欸。不老哦，我很年轻哦。他刚说补枪这边有狼，你是什么？更丢了，我没办法。那应该最年轻的吧，杜阿比吧。哪里？阿嘞，我觉得是阿巧，阿巧，我也觉得是阿巧。阿巧大，刚从大洞离开。都说是年轻的，都说是老的，不会是我啊？年轻还可以说，年轻是我。我刚刚有讲过了，年轻是我，十八岁，十八岁。哎呦，声音，我入地的雷公也蛮久了嘞，不是吗？死人闭嘴！死人怎么可以讲话？别吹哨，把他踢出去！我有亮亮哦。哇！为什么？所以一个是诈欺，一个是狼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不然你什么吧？我是守卫。我也守卫、欸，好好巧。就我们两个队。那所以那是瑞比特演很久了。好酷！比特讲话啊？怎么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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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要 teamwork 哦，要 teamwork 哦。好，可是我在哪？瑞比特先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就是他。我来了。先吗？先吗？下一个是杰克。好，这不是的。瑞比特先，下一个是谁？杜比，你觉得？哪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等一下，我看错了。你在楼下等，你在楼下等，你在楼下等。我有发光吗？那剩三人，所以会发光。要盯着他哦。可以一比一。我下次可以跳过的哦，我下次可以跳过的哦。哦，你不能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要牵制他。直线走，直线走！哇！回头，回头！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糟糕！看例子，看例子。我运气也太烂了吧！可恶啊！我的天啊！在哪里？无线电，无线电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拿着斧头看粒子啊，头上有粒子。哦哦哦！对对对对对！去去去！哦，对对对，应该看到红红掌。无线电是跟队友聊天呐，那就你队友没了。我的队友呢？在天上。哦，无线电是可以跟队友聊天呢。对，啊，蠢的话才是公布他。啊，杰克，你直接出来，我们白天一比一的，快点过来。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你会？我会后悔吗？我应该不会后悔啦。咦，西吧？
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。哇，你小心哦。游泳的哦，哇，游泳这样子玩的，哇哇，好厉害，会玩的，哇，他绝对要跟你一比一。哎，其实还是没有先票的，至少一比一。好啦，跳了，跳跳跳跳跳。好人获胜！妈呀！你怎么还是在锁我啊，刻板？我刚才有锁兔阿比了，我应该有锁到。没有，你没锁到。哎，你那样说我就放过你啦，结果最后还是在我身上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是我那时候看到狼是对的了，就是说，对。但那时候他也跟我看很久，然后他的行为就很像诈欺，但我想说，好吧，还是放过。嗯，那个时候，夏，我觉得你做的很好，夏很棒，神预言家，神预言家。